这让我们的本来我们赢不了，你知道吧？小脑一般。你是不是加拿大？我问你，秀才哥，你是不是？我是正义使者。哎呀，这不想一块儿去了吗？这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便宜这小子了。我，哎呀，这不想一块儿去了吗？这，完了，两把刀全没。这不是想一块儿去了吗？杰哥，杰哥，很难受。一二三四，还可以赢了。好的，谢谢喜欢吸引我自豪的飞君。好的，不行，哥，不行，下回不能来这里逮了。哦，那行，那都不说话的话，那可以啊。嗯，我这边在电击室这边看到了太医，他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很紧张。全职位这边两张牌都静音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没有任何信息，好吧，我这边就只有这点信息。啊，他在电击室这边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下次不要再电击室了。Okay, 太医发言，全票打飞这个耗子。钱哥，我是加拿大鹅，好吧，全票打飞这个耗子。这个耗子搁这装啊，搁那打字，搁这装，打个电话，你电话全票打飞这个电话脑，我受不了了，全票打飞耗子，哇。十次发言。这太医得是个秃鹫，好吧？我当时是那个茄哥跟谁走了？跟叔叔小蓝轴走了吧？他们去那个去通讯间往那边走做身份，然后我在娱乐室待着的。我只看见耗子，好吧？耗子跟我是在娱乐室的，我把耗子开不了这一刀，外面死了五个，这招铁刃耗子。所以你就听叔叔小蓝轴怎么去聊茄哥的事儿，因为耗子他说他打了电话没被静音，那茄哥被静音了，那我要听叔叔小蓝轴怎么聊。你过来。报警前夕那个定格画面，苏苏小赖狗就在我的面前，我看到了两个茄哥啊，出门现在我们唯一赢的方式就是，本来当时想着茄哥应该是好，但是再细想一下好像也不得劲，是因为当时边上应该不，谢谢蓝莲汉家的一个腿，应该当时两个茄哥边上应该还有腿吧，可能现在我们唯一赢的方法就是投出去茄哥，都不报警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一票咱们打飞谁？全票打飞耗子骑着鱼这个电话狼过。啊？你要不要补发言啊，耗子？以后好人不要在这里了。OK， 那你说。OK， 耗子发言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打了个电话。那个就是报警前。十四和我在一起，在娱乐室最里面。当时我们要出去聊身份，然后呢，西元姐、布布和我三个人是在桥梁复活的。我到了娱乐室了过后，西元姐和布布当时去两个人单独去桥梁谈身份了，然后他们回来，对吧？脸歪了，回来了娱乐室，脸歪没办法，然后又出去。脸歪是 bug， 我很明确的知道他们出去了。然后这时候茄哥，官方那边说了，我严重要不把我脑袋上一 v 五换成一 v 一，要不就等下次更新。好吧，要么就别被投出去，只有这三种解决方案，先把茄哥票出去，我选择了第三种，不被投出去。那我说，那宋十四也跑不掉。本来我想跟茄哥去换身份，但是茄哥不跟我换，他拉着宋十四就走。然后呢，当时我不记得我在娱乐室里面有看到宋十四。然后呢，我走到那个门口之后，我就看到了两个茄哥，对吧？那你宋十四是个啥？你宋十四也不能是个好人啊！先把茄哥出了过。我都跟耗子说了一直在一起，那你叔叔小蓝狗把我这个一 v 五搞成一 v 一肯定是不行，太 low 了。哎呀，一 v 一，一 v 一不行。哇，我去，变茄哥这个皮肤好帅，我要穿了一下。有把枪是不是很开心？别人，你应该这么说，别人的永远都是最帅的。
我跟猴哥我还说我靠真没倒过啊，结果一般玩好人刀好人我都能倒过，我就是能杀队友。我靠真没倒过啊，哎呀很难受，下回不能在这里了，狼人都不来。是的，下回我正义使者就走右边，下回不小脑炸弹哎。嗯，来个麦当劳。喂，我今天吃的也麦当劳。不是，是那个啥玩意儿，给我整懵了。哇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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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炸弹啊！没办法，猪猪，你是变形啊，猪猪。猪猪。这个哎呀，老的妈！我们赢了，狼赢了。他当着我的面，哎，我们的维生任务你没做，哈哈，耶！拼啦！哎，就是提壶时刻井也拍不了了，是吧？对，对不了，拍不了井。我俩丢了炸弹，我俩丢了炸弹的。一口吞了，耗子丢了一个。不过那个师傅想来都跑不掉。我师傅，你刀了，耗子吃了呀？做任务的。你是把耗子吃了，师傅？切割刀的，切割刀的。刚有人投了耗子一票，我给耗子丢了炸弹。是谁？谁投了耗子一票啊？刚刚前面是太医啊。哦，太医，把把带刀，兄弟们，不多说。Hello， 猪猪，猪猪公主，好人，我当好秃鹫，我当好秃。你当狼人，跟猪猪啊？哎，不，是秃鹫，上来问我有饭吃吗？我直接把他攻出来了。我去你的！因为当时关灯了。关灯之后呢，我的旁边一个宋十四，一个秀哥，然后秀哥的声音，哎，然后没了，然后我一刀把宋十四嘎了，然后宋十四是个加拿大，不是啊，那秀哥你关着灯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完了，废了，过。那这，那不泄崩吗？那咋整啊？盘一盘吧。我看看啊，当时关灯了啊，关灯了，我在左上角，我旁边好像是有，我旁边有谁来着？我旁边好像是有耗子啊，我们俩在一起，完事儿突然之间很快拍景了，那完了，那在我看来啊，你刚才苏苏你说你跟谁在一起？跟秀才哥，但秀才哥他没嘎，是不是？那就。我觉得啊，那就是大概率是出在猪猪和王爷里边，这啊，然后这应该是三刀啊，兄弟们，这应该是三狼三刀，并且他刀了一个好人。我看啊，三狼刀三个，然后你刀一个，现在是鹈鹕吃一个，然后叔叔刀一个，刀宋十四了，那没办法，加拿大，然后三狼三刀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不是我们好人角了，过。嗯，狙他呀，他正义呀。但是我就在你下面啊，就在你旁边下面一点点。猴哥，那怎么盘啊？我盘不出来了。在我看来，猪猪、王爷、大强都不做好。过。游戏结束。鹈鹕。三刀如果要是盘三狼加一提壶，那游戏结束了。那如果要是盘苏苏刀了一个狼，对吧？刀了一个狼，刀的谁？不，他说他刀的是加拿大。然后他还被拘了，那他一定是铁好人。那宋十四一定是铁加拿大，那就盘提壶吃了一个狼，对不对？提壶吃了一个狼的话，那谁？
我想其实想听猪猪公主。我是铁好人，我是刚开始的时候王野还有小蓝狗啊，是在这个娱乐室右边那个门复活的时候说要给我报身份的，然后刚往那个娱乐室走到半步的时候灯就关了，我直接顺着尿道，我自己就是来到了储物间，我就在这儿了，因为我当时喊的是最大声，我就跑了，我就不管了，因为好人一定是想跑的，而只有坏人才会留在案发现场，因为他要作案，对是不对？好了，我跟你们说，狼应该在那个娱乐室，就吃饭堂的应该都死了。当时我在成员宿舍复活遇到的时候，仙还是活着的，然后仙朝我退了一口，然后仙就往饭堂那里走了。仙现在死了，所以我现在合理的怀疑饭堂的都是狼，啊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关灯了，我去一个人去电梯室修灯，修灯修到一半。就是苏苏小狼狗就报警了，我觉得鹈鹕有点像王爷，王爷听一下你怎么说吧，我们可以先出狼，对吧？过。王爷这边发言，秀才哥，右边这一片全都是坏的。首先一个，这么快的做完关灯任务啊，猴哥我可以排除不说，大枪可以排除不说，那剩下就是猪猪跟耗子会干这件事儿了。秀才哥，信我。我是好人，苏苏是好人走的，然后我也是好人想找你对身份的。现在之所以我们还能投票，是因为现在还有个鹈鹕在，好吧，反正三狼还在，三狼一鹈鹕，你看右边这半边是不是三狼一个鹈鹕的坑啊？弃票吧，这边我反正是归不了人，好吧，我不知道导致，反正右边全部都是坏的。如果要我硬归的话，我会先把猪猪给归出去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哎呀，听我说，姐妹们归票秀才，好吧，归他。凭我鹈鹕在场，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给我！咱们齐天大圣加耗子精，好吧？还有一个阴阳精。我直接开饭，我直接开饭，我直接开饭，直接开饭偷人儿，我都不刀了，我直接开饭投一个，姐妹们给我投一个猪猪，投一个猪猪，然后如果王也是鹈鹕，我们折磨他。王爷大概率是一个鹈鹕，他开完灯直接躲在那个电梯室隧道最里咔咔角角那里躲着，开完灯搁那躲着，他这视野他有我看不到，纯小丑他有我看不到，可他卡视野，我在那看着他卡视野，我们都猪猪啊，过出我吧。哇，王爷你多捞哦，人家三郎你也不弃票，你冲出去一个人啊，王爷啊，过。哎，我的没有弃票，我的没办法，我刺客就是任性，我就不猜，先不猪折磨王爷，跟你们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以为你是折磨王，没想到你是折磨王爷。狼，我肯定弃票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呀。嗯，结束了。我是鹈鹕，我把不差点又折磨了鹈鹕啊！差点又折磨猪猪了。我想着还能吃口饭呢。哇！我上次被猴哥开着那种福音混响追着。三个狼，哎，上一次是我和猪猪，还有我和大强姐，还有王爷。上一次是上次他们三个这个冤魂索命，对冤魂索命。上一次是我们仨、冤魂索命，这一次差一点又冤魂索命了。嗯，我直接一手通全场。又不带刀。又不带刀，欣姐，我也没刀，我们俩走。好，啊，没发现，我跟猴哥玩。王爷刚才谢，跟说事儿。我也要跟着你们俩。我外卖来了。猴哥，哎，
你去拿外卖吧，我在这守着你。哦，有人死了。全票打飞苏苏小狗懒，直接刀了太医往上走，看得清清爽爽。好吧，秀才是那个秃鹫。好吧，全票打飞苏苏小狗懒。不。不，发言不是啊，那个不是苏苏刀的，是我刀的，因为太医刀了一个人还动手，我就把太医刀了。那没有，不知道。那要不没人出就出秃鹫了，只能。然后王爷也掉了，王爷好像掉了，他过。十字发言，你说太医刀了一个，然后你把太医给刀了，那还死了一个呢？太医刀的谁啊？你说去了这儿秃鹫，那外之外还死了一个人啊？我当时以为也是苏苏小蓝狗，因为他在我的脸上，哇，他在看到他给苏苏小蓝狗来了一刀，来完一刀掉头就跑，好吧？秀才哥是秃鹫，确实，因为太医是个狼走的话。那可出，因为现在确实盘不出来谁是那个狼，就这么多信息。你过来，盘不出来谁是那个狼。不，你当了太医是吧？当时我跟茄哥我们搁那站着，太医走了来了一句动手，然后直接一手把那个茄哥刀了。我当时吓得呀，拔着腿都往武器室房跑啊。然后我就看叫西恩姐那个从那个门口进来了，当时在旁边还有谁？还有耗子啊，其他的我不知道，反正你耗子跟宋十四肯定在。那刚刚那个位置想开三刀，你不就是两狼吗？你还搁这秃鹫秃鹫，你宋十四你自己就是个狼，还有你耗子也跑不了，我去拔腿就跑，真的是，都可以归啊，他们俩过。好，这一轮吸音报警，我认他铁好，他上来就直接跟我说这把又不带刀，然后我就信他了。如果这把他是狼，在我这直接失信，猪猪在前一秒还跟我在一起呢，然后就拍警了，我就去拿外卖了。那既然苏苏小蓝狗说宋十四耗子双狼，我觉得可以投宋十四过。好，他被禁言了，全部弃票，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哼，我饿了，谁是狼来的？苏苏啊，带我吃个饭啊，过来。投这个假装不说话的耗子，这鱼全票打飞，假装不说话是吧？投他。啊，天地良心，我这几票，两狼逮住耗子啊！你宋十四，你是好人。宋十四，看刀。怎么死这么多呢？走走走走，宋十四，走走走。你是什么身份啊？我都把那个谁刀了，我还能是什么身份啊？我不刀我看刀。宋十四说他是加拿大啊啊，那啊，剩谁呀？苏苏小狼狗是他们三个人想开刀、啊。如果他是一个好人，他不会跑。不不不，苏苏苏苏，拍！苏苏，苏苏小狼狗，鹈鹕一只，全面打飞过。那不对呀，刚才我弃票了，然后还有两票，就弃了两票。那总共三票，那啥意思啊？一狼一鹈鹕啊？哦，那行吧，那他们都没刀，十四，带我刺几个呗，你别让我白玩，先出苏苏呗，过来。可以先出苏苏，没结束的话，我会出手，过。先发言，为什么我会当时在现场怀疑苏苏？因为当时，布布。把太医这些马戏团金主们的钻石反正常人好人来说，他立马拍警，他要是怕被混刀的话，逮是不逮，他直接跑了，撒丫子跑，你能是什么好人？那一只秀才哥试图就你能是什么好人，对吧？秀才哥，你这把必须把票挂在他身上，因为你弃票没有用，他一个鹈鹕他会给你抢吃的，抢吃的，你跟着猪猪这个警长让他嘎个腿给你吃，逮是不逮过。十四发言，我们四个好人啊，
直接投苏苏小蓝狗不就完了吗？因为太医刀人，然后不把太医刀，太医是狼，耗子是个装金银的狼，猴子是拉紧的，猪猪带刀好人，时间紧你自己是好人，那大强是个狼啊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秃鹫，那苏苏小蓝狗一个剩一个鹈鹕了，投了他游戏结束了。啊，我没有，我拔腿跑是我混吃了一个，但我不知道是个。你他吃了俩狼啊！我一声动手，死一晚死俩狼！我靠，我的天！我去你的！我苏苏小蓝狗吃了个狼，不是没有三个狼，太医喊什么动手？有三狼在，我 CP 没好，我掉了一张杀，有的是专杀，没有啊！太医搁那说动手，我直接反，直接摁着空格就跑。我今天警长没出过刀。姐姐，一百道名词一本，我没看到。哎，我刚刚不小心点到关键了，刚刚前面。那算吧，鬼死的好呀，鬼死，双击了，双击到关站了。哎呀，哎，把把带刀啊。哎 ，Hello。Hello， 你怎么怎么办？站住！干什么？我肉汁啊！哎，猴哥，我肉汁，我肉汁，切哥，行，我肉汁 ，OK， 我肉汁，我肉汁，来来，我也撒，我肉汁，我也撒，贴近点，贴近点。瘦塔哥，我要给你报身份，瘦塔哥。我刚就撸到了，他死了，要猪猪。你刚刚说我也是什么猪猪？猴哥，咱俩走呗。好。因为我的出生地点稍微有那么一咩咩的远，所以我比较晚到了娱乐室。当我看到娱乐室跟这一路都没有人的时候，我从娱乐室右边门口出来，当时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孙悟空手起刀落杀了西恩。孙悟空的右下角角是谁？没看清，因为只有半拉字的一个鸡脚脚，所以啊，这一票全票打飞孙悟空过。我跟太医复活在那个反应器，然后呢，我铁宝太医啊，我铁宝太医，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娱乐室。到了娱乐室之后呢，我们就一群大部队刚走，从武器房走到医疗室上面就报警了，其他的没有了过。不，保镖把他拘了，起兵。我是保镖，猴哥，兄弟们，猪猪，我靠，猪猪，猪猪，我是你保镖，我是小丑。好的，你是我保镖啊，我是你保镖，我是你。复活师，复活师来领养我，复活师来领养我。OK，我们俩小丑了，猴哥。耗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直接拘完。我是鹈鹕啊，哎！我是鹈鹕啊！很难受，哎，很难受。我以为很帅，没想到有点捞，哎，直接记，直接记，直接捞。这个神马了，这个啊！哈哈、啊，我记得了，剩杰哥一个人，就是杰哥一个人，快速结束。直接损失两元道教。我靠！速度下一步。太医说他这是在爬什么？爬什么情况？猪猪没看见吗？猪猪没看见吗？他脑子里面踩着脚垫，他脚垫踩着我的尸体啊！他脚垫踩着我的尸体啊！我在做任务啊！我的，他脚垫踩着尸体，他挡住了，他挡住了，我没看见。我的。Okay, 我在担心做那个九宫格的任务呢。可以，这把很快。那我这边视角 bug 了，我这边没挡。我是这题。好远呐、啊！好远呐、啊！好远呐、啊！开一个火开。嗯，后哥。Hello，Hello， 我这把邦邦硬，
OK， 耗子动，耗子三，先干，不动，不动，耶，耗子我动了，耶，那个叔叔偷走了，有，耶，叔叔偷走了，他不动，耶，他不动，知道吗？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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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验一下？谁验一下？上面有谁？都验一下，都验一下，我验，谁在那里？验一下。还验呢？王爷，王爷，我操！王爷，哟，我多验，验，这么牛！太医，太医啊！什么？首先，我不知道第一个人谁刀的，第二个人太医是刀了王爷，然后步步步过去补了一刀，是步步步吧？我没有看错吧？然后猪猪公主，我能铁认啊，过。不是，不是。不发言，我直接说，他到第一刀的时候，我是真心的，我操！他到第二刀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不是个好，我要去刀太医的。哎呀妈呀，我觉得这个太医不对劲啊，他这难道这样开刀的？弃票，弃票！哇，弃票，提红晒的，朱大强死了。我刀了谁来着？耗子，他不动，他搁这个娱乐室这个桌子下面一个酒精那里，他不动。我说耗子，你动。我数三秒，三二一，一他还不动，我直接一刀就把这个耗子刀了。然后这个王爷他又搁那隐形狼，他又搁那个娱乐室那边直接现身到了我们脸上现形了。我去，这个王爷我直接一刀把王爷给刀了，我没死，兄弟们可狙，你们要想狙我警长可以狙，好吧？至于盘这个谁，盘外之位呗，放他有谁？恩姐，我铁认他好。恩姐，不不不，猴哥还有一个。不是，你为啥投票了呀？弃票，那叔叔小狼狗，这不不不也不像是好人啊？咋了？我投的太一样。那叔叔小狼狗是鹈鹕，叔叔小狼狗是鹈鹕。我不是鹈鹕，我不是鹈鹕。叔叔小狼狗鹈鹕，听我的啊，听我饭堂集合。完了，弃票了，那不是好人局了。不是吗？他救我呢。什么呀？为什么我的刀刀不出去呢？太医步步步两个狼，苏苏是鹈鹕吗？那他们应该三只狼在，三只狼在把苏苏鹈鹕狙掉，那不好人局了。反正太医刀了人啊，太医开三刀了。太医，你这警长能开三刀啊？那秀才哥是个好人，步步步应该也是狼，因为太医说步步为什么不刀，我也刀不出来，步步步也没刀出来。好吧，我先看投太医吧，不知道能不能投出去，过来。听我说，兄弟们，听我说，狼大哥们，饶小弟一命，留我羞辱一下，谢谢你啊，羞辱一下我，谢谢啊，别拘我啊，哥。不行，我是废物，我超能力，把他拘了，不能给他活路。过。过。先发言，我诅咒猴哥等会儿吃饭噎死他，噎死你！差不了一点。赶紧给他去了结束，别等我带刀一个个的，太一步步猴子有一个算一个，别等我带刀过。慢点说猴哥，举叔叔提壶啊，结束了，我刚也没刀出来，又 bug 了。别举好大哥，羞辱不然一点。这太医太猛了，我说一人一刀，不动是吧？我给你一刀，我都看傻了，复仇者刀不出来，复仇者傻疯了都。就在你旁边死的，你眼睛怎么没活、啊、太医，我真的信你是警长，我还在那里给病人演示呢，我说验来验一下，来验一下。我看到了，哇，我都看傻了，我人麻了，我可能我可能我又投了，你多大了？我的刀为什么刀不出来呀、啊？是是我刀都没亮、啊。你是不是学的那个仙姐、啊？我刷到个视频，就是仙姐是狼，他刀人叫绿巨叶，把垃圾骗得团团转，在那边哇，哇，我操，就没当过好人子。怎么着？
怎么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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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手，对一下呗，对一下吧。对手，对手。我顾，我钻呐。好，那我先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我操！波波吃人了。啊 ！OK， 拍呀！没人呢。全票打飞啊！那完了，兄弟们，那我这开饭用了。全票打飞步啊！他吃人了，急活。全票打飞步，我开饭已经用了，这没办法了，这。哎，过吧。全票打飞这个步啊！我跟猴哥在一起啊，直接开饭啊，因为他走得太快了，追不上。全票打飞步过。那猴哥和茄哥认好，步为鹈鹕，我认清自己身份。那猪公主、太医、宋十四、王爷、开三郎，要不然他就是吃到狼了，对是不对？但是如果要是按这么算的话，那先出步吧，过了。那秀才哥，你是狼啊？啊，当时我在食堂跟那个耗子对完身份，耗子往右边走的，耗子现在死了。我肯定是出不了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走到上面看到医疗室有个一动不动的宋十四，我当时在跟他，就我在怀疑他是超能力，我们两个在那里拉扯，我们两个铁动不了刀啊。那秀才你有问题啊？过。不发言，我不是鹈鹕呀，我被仙撵着走，仙喊，突然就喊我是鹈鹕，那仙现在死了，就有人把他刀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。我刚刚被仙撵着走，撵到那个娱乐室之后，我看到猴哥往我冲过来，我要往上走了。我有身份，我能自证的，不能出我，我有身份，真的。啊，我直接输了吧，我是保镖，我要死要被狙死，这把肯定有雇佣杀手，我是保镖，狙我呗，过。那你保谁呀？王爷这边发言啊，就是已知，如果说是现在外面倒了那么多张牌的话，三张牌，然后还有一张牌提无吃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三个是三狼开了三刀。那现在场面上的话，就是最坏的可能就是三狼也都还在，对不对？那肯定要先出狼呀，对是不对吗？我觉得猪猪公主应该是好人啊。秀才，你这边直接让投鹈鹕的话，我觉得你这边身份我反而会觉得不做好的，因为他当时形容的路线，他完全可以不提到宋十四。因为宋十四他是谢谢再吃一点点的钻石粉丝儿。嗯，这茄哥投谁票位我觉得也不能交给太医啊，应该弃票了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把秀才也归出去啊。嗯，我会投秀才，我不想投那个这边猴哥说的那个秃鹫啊，不是那个鹈鹕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又臭又长，王爷，你能是张什么好牌啊？你那发言，你放一半我都摘耳机了，我都全票打飞步开饭都用了，直接当面吃，你还搁这说这些？不管，就看步他应该吃了一个狼，我们就赌这个，好吧？把鹈鹕打出去了，过。十四发言，不对，我只能告诉你们，这四个里面有两个是警长护刀的，我那个箭头，好吧，一起亮的。然后最后又亮了一个，然后拉了几，话多，你怎么废话那么多？哎呦，搁这废话是好人局啊？怎么不是好人局了？那鹈鹕可以吃狼啊？先把鹈鹕投了呀？不好弄。你他妈才犯王爷！完了，猴哥肯定有问题。我挺好用，我报警人你我吃跑！我不信你，猴哥！我不信你，猴哥！好小子，你跑！你能跑哪里去？你一点，猴哥！加拿大。那投一个呗，是不是？太医是想摘耳机，要不我们仨出个太医玩玩？那别，但是太医是为了把我的票掰回来的。出王爷，过了。啊，出王爷，啊，出王爷，啊，出王爷。
哎呀，出秀才了太一样，你看我怎么敢不呸？我也会摁，杰哥我也会摁。翻译完了没有？过。全票打飞王爷，我一打三过。你还打我呢？你要是能一打三，我上面这个一v五改成一v三，为你而改。我关了秀才哥、猴哥还有切哥的脚，不是，那个我是刮鸟者啊，我是刮鸟者啊。你刮我的那个，你刮鸟者。哎，哦，完了要开始被折磨。那个单挑呗，哥哥吗？单挑也可以啊，你一个单挑，我们仨。他一个敌服，我操！哟，单挑太一，太一你单挑单挑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你就去最左边，我们就一个一个上，怎么样？你上，我抓了。OK，去左边。OK，你别动，我们单挑啊，你别动，太一。好啊，开始了、啊。好，开始，别动，杰哥，我跟他单挑，杰哥，来，杰哥，你去一边，好，来，三。二一来，好来，二一开始。你小子，你小子，跟我俩声东击西啊！你以为你能跑得掉？你以为你能跑得了？我今天我哎！我太搞笑了，太医不讲武德，我这个心跳就跑了。哎呦我的天，抢不过他，抢不过。来首声东击西，哇的，哇！你直接搞一v一呗，你嘴长啊，太医，你嘴长啊，搞一v一呗。我怎么可能打得过啊？太医，哎呀，我吃完就跑，怎么跑啊？是，好的。